一分钟告诉你山地车应该怎么骑。现在山脊简单的下个步，遇见落差不要慌。你好，前。把配，你好，后上，屁股后坐，眼睛一闭，粗溜一下就行了。拿你，小弯墙包怎么飞？左拐起跳，甚至还可以摸个坐包。拿你，炮台式飞包起飞转板。拿你，前方高能，偏周转体一周。 这个太难了，可以不用会，欣赏一下就行。神龙摆尾式跳崖，这个只能学一次。前方高高能，神龙摆尾加偏轴转体后空翻，这个除非你是大表哥本哥。毁灭吧，再见。未完待续，关注我，我们下一期见。Yeah, man, so stoked just to get down the hill, obviously. Just that jump always gives me...